4月18号，王俊凯在微博发布一则视频，并配文：“王牌投手乌桐来监督大家了，和我一起去追剧。”视频中的小凯清唱了一句电视剧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的主题曲《加油 ，Amango》。以剧中角色乌桐自称的小凯还透露，接下来的剧情居然是向仙人掌表白。小宇宙 ，Go Go Go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乌桐。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仙人掌表白吗？那就锁定湖南卫视，我们不见不散。这个夏天我陪你。哎，到你了，不想走。视频最后，小凯霸气宣布要陪你过夏天，还扭头狠话：“王源饰演的班晓松，到你了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有没有被班晓松帅到呢？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热爱棒球吗？想知道的话，就锁定湖南卫视观看我们的少年时代。哎，尹科，尹科，大家有没有看尹科呀？大家想不想知道小熊队最后有没有拿冠军啊？锁定湖南卫视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，这个夏天我们陪你。梧桐、班晓松，该训练了，走。芒果拉新闻，梧桐哥哥喊你回家追剧了，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陪你过夏天，报道。